我有个意外发现，猫咪的禁区应该不在后脚，而是它们的屁屁。一开始发现是因为核桃，像核桃这种妈宝喵，它基本对我是没有脾气的，但如果揉到了屁屁，它就会很生气哦。后来我还找它重新确认了一次。果然禁忌。测试达哥的时候，我因为紧张而发出了一种憨憨的傻笑。我要揉一下你的屁股喽。我是个惜命的人，所以我是在球姐刚睡醒的时候去摸的。对不起，猪猪永远都奇奇怪怪的，不管我揉得多用力，他都非常专心的在舔毛。这什么毛病？揉了屁股就舔脚。把袄子留在最后，我。